南投竹山，一个300多年历史、传统不过的农业聚落，经历竹产业的快速衰微，竹山人创新传统，开启竹子的全新应用，为产业找到无限可能。熏竹、胶合竹板，精巧富有时代精神的竹工艺品，把竹子从人们淡远的记忆里找了回来。竹山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只要有心，就没有夕阳产业。竹山一定会和这里的竹子一样挺拔长青。